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。尔时，净光普照主空神，成佛威力，普观一切主空神众，而说颂言：如来广大目，清净入虚空，普见诸众生一切悉明了。这个十个主空神啊，空有什么可主？但是空有不空的一面呢，空是对着不空说的，不空说的。空是空什么？不空是什么？咱们华严的意义啊，空是指着最究竟说，是指咱们那个净体清净的本体，就是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的大，对。空无住相，一切法都不立。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不空就是方和广，现跟用不空。现跟用是一直提而起的。那体空故，相任也空。体随缘故，那就是因为一切众生空不了，佛要利益众生，让众生能够理解到。理解到什么呢？理解到你的心。咱们众生心呐，是不空的，不空的。那众生的体呢，是空的。诸佛菩萨化度众生，让众生都能够业障消除了，业障消除了嘛，障碍没有了，就解脱了。解脱就是空义了，空义了。这个十位。主空神为了利益众生过，能够在空空而不空，要先懂得这个含义啊。净光普照主空神观这个一切的主空神众，说赞叹佛的功德，对，因为他们都是依照佛的教化而得证着空义的了。那随着佛利益众生，四现空义。如来广大目，清净入虚空，普见诸众生一切悉明了。赞叹的如来的眼，目是眼睛，如来广大目，如来的六根跟众生的六根不同了。广大的意思呢，是无边际的意思。如来的眼目是清净的，清净到什么程度？像虚空一样的。
就咱们在有形有相当中，任何眼物不净法，眼物不到虚空。那么现在下雨，空中的弥漫，它并没掩物虚空。嗯，嗯，因为空中能容摄。嗯，说佛地那个广大目，见着一切众生，众生嘛，就是掩物的了。嗯，烦恼不清净，而且如来的眼目是清净的。清净的，他看这些众生，一些众生所有的因果，所有的不净，他都要他转化成为清净，众生所有的业，所有的邪，如来都是明了的，都是明了的，这是净光普照身，他也得到。普照就是眼目光明的意思了，普照嘛，所以他能够得到一切众生的心，这众生心呢是空不了的，烦恼啊，说一些障碍啊，但是可建立在空中。能够得知到一切众生的心，人取的，那人取的众生，他的心，他所思念的，他所想的，不同了。地取的众生，那的思念想的又不同了。有出生道的，就是种种一些众生吧，包括一些众生，不论他体积的大小。或者有色的无色的，咱们见的众生都是有色相的，有色的无色的众生咱见不到了，咱们的心力达不到，眼力也达不到，那这个时候是一切众住取众生，在空中生存的一些众生，他都能明了，明了。那么佛度众生是平等的，没有区别的，区别是在众生，众生本身有区别，区别，有的见佛，有的不见佛，有的闻法，有的不能闻法，法也闻不到，有的在受苦，有的在享乐。有的众生很难见，有的众生非常痛苦，就热闹，现在咱们这个时间，咱在这儿很难见，来学法学经，同一个时间众生，接受炸弹。来互相打，互相抽杀，就同一个时间，种种众生，种种的业，业所感的果，种种的果，那一切诸佛都能明了，那净光普照呢？普照的含义，就是也是他这普能明了。没有不知的，那大家把这个空啊，不要讲它什么都没有了，什么都空掉了，空还有不空的含义呢，空是对着不空说的，没有不空又建立什么空呢，对，知道这样子就晓得，就明白了，现在咱们都是不空的。有这个肉体，有这个现在的身体，那这肉体是你最大的障碍，一些烦恼，一些不得解脱，
都在你这个有肉体上呢，每一天都为他的奔忙，一天要热了不好受，冷了也不好受，不吃饭嘛肚子饿了不好受，吃饱了嘛胀的不好受，你想想吧，就因为不空啊，空了不就没事了吗？空不了，空不了，所以主空神，不要以为什么都没有了的，那他管理什么？他是对着那个不空一面说的，他能知道一切，一切的众生心，不管他落哪一道，落在哪一曲，他心里想什么，知道他心里想什么，你才能教化他呀，才能帮助他呀。但是得要建立一个字，建立一个缘分，有缘没缘，有缘没缘。那么佛弟子遇到些个灾难，他化解了，灾难化解了，那有你过去的善业，尤其你跟这个诸佛菩萨因缘、诸法神的有因缘，他化解了你也并不知道，那佛菩萨利益众生也不让你去报恩，也不会让你酬答，怎么化解的你并不知道，谁帮助你了？就你过去有缘那些个，有缘那些个，你有缘些那些个，那个对你的帮助，但是你并不能理解了，你不能理解了，但是你皈依三宝了，念佛法僧了，你才懂得，不然你以前连这个都懂得不到，都明白不了。这个第一个主空神我多讲讲，一下子就不大讲了啊，大家自己跟着文的意思啊看一看就学了。佛身大光明，遍照于十方，处处现前住，普佑观此道。接着普佑圣光主空神，他得入法界解脱，跟那个如来的大光明、如来的广大目含义都是一样的，都是一样的啊。佛身入虚空，无生无所取，无得无自性，吉祥风所见，就是生吉祥风的主空身。这主空身不空吧，他能生起吉祥风，如果沾照他的风的，你灾难热闹都化出了，他得了了达了什么呢？无边境界身相，以无边的境界身相作为他的身，因为在空中嘛，空中能见了一切。我在这个吉生吉祥风的主空身里头讲这个空，现在讲讲虚空。那么这是根据这个清凉果寺的书抄，根据那道飞禅师的串要，来解释的。空有四义，含着无法，四义无法。这四义里头含着有五种的道理。离能取生，离能取就绝对待，绝对待了就是妄想不生。